就是这个地方。哎呀，今天水位很浅呀、啊。这里是有人挖过的地方，那我的小看一下，哇，直接可以踩水泥，好浅。啊，直接可以在这个里面啊，看一下。反正这个两边就没有必要了。我在水里面走，好舒服。哇！好凉快，就这种地方，这里面直接挖嘛，这不就是一块吗？不过这种我也不想要。一块洞石还可以，里面就是粘好多。哇，在这里面玩水哈，好舒服。这小石头没什么意思。哎，这个水草。还蛮好看，刚刚捡了个垫子，也不怎么行啊，先放着，在这里挖一下。哎，这是个什么？这里好像蛮容易出灰的，这里有点东西，至少就是碎碎的，不知道，是不是看到点东西？对啊。这个小沙滩被水冲的，反正一搜，这什么？算了。哎，这个看漂不漂亮，干不干净？一点小冻肉，小冻肉，就放这儿吧。搞这些，多了，没什么。反正也不指望挖什么很好的，挖着玩玩呗。大的要碰运气啊！挖了以后把这个填一下，平平。这个不怎么样。哎。这个一般是块冻料哎，但是不好。哎，也不行，这颜色太唬人了。我的妈！哎，有一个，这个大的不行，不干净。刚才挖的这几个里面，这个还行，挺干净的，这个绿化挺好的。油性如何，然后这个小的虽然很小，但是有点漂亮。就这几块白色的洞，这只很好，虽然没什么，就我先看看吧。哎，再选。看我这一耙子。哇，天哪，这个很好。看这个，因为这个还行，还行，不错。这个豆角，这个可以拿了。这个可以拿。对，啊。我放哪里了？放哪里？看来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啊。修好过来。哦，这个地方是不是别人挖这么深的？我感觉以前来，这个中间没有这么高啊，挺平的。难道这是都是被人挖的？哇，这个地方堆这么高。在这里挖挖，要不最终也就留下这几个吧。哎，没什么好东西，哼，颜色还挺特别，紫罗兰和那个黄色、红色，还有点绿色，有的
走了，收工，走了，就当看看风景了。关注猎奇者，带你去远发现之旅。关注猎奇者，带你体验发现之美。